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宝。那我想呢，今天这个行情怎么样？还是受到这个整个的以压战争哦，还有油价啦、汇率的这些哦问题种种哦。那当然，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在这边啊，其实老生常谈的东西啊，就是也不太愿意再多讲了，因为你跟人家说这边要买，很多人说张老师啊，这边还可以买吗？哦。那其实事实上大家也都心里面很清楚啦，事实上就是选举嘛，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说基本上来说的话，整个的一个台湾的政治啊，哦，就像现在的台湾的政治就跟国际的问题一样啊，都是错综复杂啊，错综复杂。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说的话，像那种过去那种，啊，战国时期那种感觉，哦，这个兵家四起哦。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位置上反而是一个机会，哦，反而是一个机会。有时候跟人家谈这个啊，人家不见得会认同。来，我们看看这里。有时候这个机会这两个字啊，机会这两个字，大部分都是你看不到的时候，看不到懂吗？看不到的时候就是才是机会啊。哦，所以我昨天我陈老师也跟大家讲嘛，对不对？我说啊，红海都已经拉个家的哦，你可能你买红海。我最近有讲嘛，我说你可能你买红海 BAB 买，现在去买台积电联发科更好啊，哦哦，昨天我有讲过了嘛，对不对？昨天我有讲过，其实红海到这边的其实，哦，反而是个机会了，哦，我记得我昨天在节目上面有讲过红海，哦，红海红海红海，哦，那当然这一波来讲的话，红海算是也拉回蛮多的哦，所以我昨天陈老师我在电上我说这个红海啊反而是一个机会哦，红海你就先放在心里面啦。那当然其实这一波的行情里面当然拉回来，很多人也会觉得有很多的标的哦可能是一个机会，但是你就要选对，因为在每一波的操作的过程当中，说句很实在的话，就是说很多人还在想说到底什么样的族群或者是下一波反弹或者下一波大涨啊，最主要的一个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的啊，会这样想。那事实上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的拉回，对不对？今天的拉回你看到今天还能够逆势的哦，这种有时候是老生常谈的话，但是就是这样子哦。比如说我在之前我跟大家提到过的，你看这股票跟陈建宏做捷运科技之王，这一支股票8086，欢迎应该共轨了吼，卖公关博共轨，跟陈建宏做捷运，哦，你看他今天他逆势，哦，我这样讲你懂我讲的意思吗？今天大盘拉回，你看他走逆势，他走逆势，你有看到这股票大盘又回来走逆势，哦，我这样讲你懂吗？还有之前我曾经有跟大家提到过一档股票，鸿海集团的这一波的拉回来，有没有什么股票它走逆势的？哦，我之前记得啦，有跟大家提到过，会不会接上史上世纪最大最肥的订单6668，重大订单扬起大光，这一支股票。放在心里面。哦，我陈老师，我有时候跟大家谈的时候啊，就像当时这一样嘛。8月24号，我跟你谈这个安心放心国家第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啊，一天200张，对不对？所以我昨天我也跟你讲嘛，他快要被分盘了，你也不用再追了。
所以今天的拉回来，我这样讲你懂吗？你有没有去发觉到有些是在逆势的？这有共轨了哈，卖公阿伯共轨嘞，跟陈建宏做捷运科技之王，忘记股票又等来，你要注意。上礼拜才讲，上礼拜才说的，没人要啊，没有人要啊。哦，我讲的东西你很清楚啦，很清楚嘛，不会不清楚。所以事实上，在这一波的拉回过程当中，有些股票啊，可能反而是，哦，反正有些东西啊，我只能够跟你讲到这样子。会不会是下一个世纪的大黑马？有超级的大力多，很多非常重要的点点点不能说，切记哦。就像我八月二十四号跟你谈安国一样。哎呦，怎么他怎么会有突然有利多？那现在目前来讲有没有什么利多是你看不到的利多？我跟你讲，你这几个字哦，你给我放在心里面哦，最大最大最肥的订单6668，我跟你讲，很多啊，很多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说，切记。你要看到今天有逆势的，有逆势的，懂吗？你要看到今天有逆势的，这就是说，这就是说有人知道嘛。这就是有人知道啦，这就是有人知道，一天200张的时候有人知道。哦，那我今天我跟你谈的东西你懂吗？哦，我当时也给你盖起来嘛，我给你盖起来嘛，对不对？我给你盖起来嘛，我就给你写这样子嘛，大大大订单，对不对？八月二十四号的时候，我今天我就跟你谈，现在10月31号，史上世纪最大最大最肥的订单，我这样给你对比就好了。八月二十四号。我给你写这样子，我今天给你对比。哦，今天10月31日，你一定会印证这个股票。哦啊，这个是8月24号啊，这个是8月24号，这个是今天10月31号。所以我陈老师，我跟你讲，就是说这一波的拉回来，接下来。你要怎么去布局很重要哦。我再讲一遍，清楚一点。这一天一天200张，你会有 feel 吗？我不要跟你谈这边，你知道，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它会被分盘嘛，它会一定会被分盘的。这两天可能就要被分盘了，那所以它今天刚好震荡一下嘛，搞不好还会晚两天。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跟你谈的是8月24号嘛，还有跟你讲的这个吗？哦，所以我当时我在这边跟你提到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我今天我就让你对比一下啊，那对比。哦，这是8月24号啊，八月二十四的，啊，这今仔日。哦，那你先把这个放在心里面，我以后打开来，我会每天讲。我这个股票吼，我准备要讲一个月，你等着看好的。我不管它未来一个月涨或跌，我会每天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你会印证到这个东西。就像我当时跟你，等我打开来，我就每天跟你讲。那我盖起来的时候，我当时在盖起来的时候，八月二十四号的时候，安心放心国家的一样的道理啊。我盖起来没有人要买啊，那你该打嘞，没人要买啊，对不对？你看，你会干，以后会不会跟陈建宏做捷运就好了吧？你有看会不会跟陈建宏做捷运，你知道？哦，以后你会看会不会跟陈建宏做捷运？所以今天的拉回来，
当然是机会啦，但是机会是没有错啊，你要买对，你要敢买对，而且要敢大买，而且要敢扫货。我跟你讲哦，这一家公司会不会以后啊 ，NVIDIA 给他最大最肥最大最肥的大订单呢、啊？这一家以后会不会接到最肥最肥最大的订单？你先把这个记住好不好？这边我给你两个发，666发，666发。666发，先放在心里面。我陈老师再讲一遍哦。我讲话哦，很多陈老师还听无啦，听无你在讲啥？哦，咱也别变卦了。哎呦，陈老师，哎，都无良心的，只是要买啦买啊，无要紧啊，你等起你，你就会买啊。你看起一倍，你就买啊。我在讲的时阵啊，一倍之前啊。那我今天我就给你对照嘛，啊，这就是8月24号嘛，啊，今天刚好趁大盘拉回来，今天10月31号，来，我们来经过8月24号，哦，到今天也快一个多月了，好，那我们就等着未来，以后我跟你讲，我会每天讲，不管它拉回来，未来一个月，我这一只股票我会跟你讲，讲到农历年，每天讲。然后等我打开来以后，各位投资朋友，我会每天给你带，我杀不狗喜啊，我就给你带，带到有一天啊，你等到快被分盘了，你就来追了。你等到快被分盘了，哎，陈老师，我看都快被分盘了。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嘛？我都说他快要被分盘了，他快要被分盘了，你也不用再追了。我昨天没讲吗？我昨天没有讲说他快要被分盘了吗？我每一只股票到最后都被分盘的，你看那创威也是啊，涨到被分盘的，现在还在被分盘。系统涨到被分盘，现在还在被分盘。那我告诉你，你看看这以后会不会，这也个 K 线被给我们分盘的。我跟你讲，你这个以后哦，所有的投信哦，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一直在寻找现在报纸上可以看得到的，大部分的人啊都在寻找现在报纸上看得到的。我讲这没有人要理我啊，我讲这没有人要理我啊。可是我跟你讲的时候，一定是报纸上看不到的。我跟你讲的时候，一定是报纸上看不到的。我跟你讲的时候，一定是报纸上看不到的。200张，背鬼利息200张了。那你看他这个股票上来哦，有没有回？当然有回啊，回你又卖了嘛。上来是不是又回？回你又卖啊。他上来是不是又回了？那陈老师你不准啊，我都没掉啊。我弄个没掉啊呢！来，我拉近一点，你这边拉近一点。你看，我8月24号跟你讲啊，上来，他会不会回？陈老师你也不准啊，他都没掉啊啊！对不对？回呢，这边还回的更多呢。陈老师你也不准啊，他都没掉啊，上去又破 又回。陈老师你也不准，你看又回到这边了啦，还破了这里了呢，还整个这个啊，这个都破了呢，这边都破了呢。你又卖了。照最后结果是这样，来拉近一点。我跟你讲，这边啊回，然后今天他又回了，今天他又回了，回卖回卖回卖啊！有一天你就追了，追啊追到这边了。人生哦，我告诉你，最美的事情就是大盘拉回来的时候，去寻找未来会最大最肥的订单。未来会最大最肥的订单，你现在报纸上看得到的是利，看得到的利多是利多吗？你今天报纸上《工商时报》《经济日报》早起7点有人在讲利多啊，那是利多吗？
有些东西哦，阿就袂使讲。哎呀，陈老师啊，哎，你这怎么安心翻？哎，我不爱买这个东西呢，我不爱买这个股票呢，我不爱买。啊，这，你看我8月23在讲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爱买吗？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你爱买吗？什么跟陈建宏做捷运？那陈建宏做什么捷运啊？你看我这里面有哪个基本面的？你看看我这里面有哪个技术面？我在讲的时候，你不会想要买的啦。陈老师，我 IC 设计，我怎么想我都不会想要买这个安国啦。有一天啊，十八你就想要买了。有一天涨十倍，你就会想买的。涨十倍啊！以后这股票那个200、300、400的时阵，你就一定会买的啦，你就一定会买啊。到200、300、400的时候，你就会买的。到时候你就回头说啊，陈老师啊，哎，真的有发呢，真的有发。就有陈老师常跟大家讲说，我讲的东西，很多人他不觉得。啊，你都卖掉了，你昨天才卖的、啊。我讲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啊，那、啊、陈老师啊，这个很会涨吗？所以你回过头来，你看看当时这个位置，你看看你怎么想，你都不会想要买这个安国，因为什么？因为在你的印象里面，就是说我最多 IC 设计，我就比如说哦，联发科嘛，对不对？联发科嘛，然后还有大家很喜欢的那一些有的没有的，对不对？我也不要再讲，我也伤到人家也不好，那种大家很爱买的 IC 设计。我不要再扯题了，就第一个当然所有联发科，然后很多高价的 IC 设计，所以当时你都不会去想说我要买那种中低价的 IC 设计吧？那陈老师还奇怪，人家都在买高价的 IC， 高价的 IC 设计获利才好啊，怎么会要买这个中低价的 IC 设计呢？怎么要买中低价的 IC 设计呢？对不对？结果你打曾几何时，你要在中低价的 IC 设计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呢？因为在你的印象里面，你都是那个高价比高价的那种 IC 设计嘛，都是1000块、2000块、500块以上的啊，1000块、2000块、500以上的、600以上的那种 IC 设计。你怎哪一天你会想到说，哎，要去买一个30几块的 IC 设计呢？来近一点，加三十块，加已经要60啊，结束了没有啊？它会结束吗？你看这个谁要？陈建宏跟陈建宏做什么捷运？前两天来讲的呢，前两天才讲的呢，顶礼拜才讲的呢。嗯，陈老师啊，就不太爱呢，我不太爱买那个那种中低价的，30块、30块啊。现在60了，60大家就爱了，60大家就起码就开始这样动不住在养啊，想要买啊，不是这样吗？哎，有些东西哦，我们讲就是我们在讲哦，我们有时候在讲东西哦，有时候人家说：“哎，陈老师，我等到这边哦，三位数再看呢。”好，没关系。嗯，陈老师啊，那等到那三位数再来啦，三位数再中间拉回来，我再买就好了嘛，还是会震荡嘛，对不对？拉回来没关系，那、啊、没关系啦。就像你看看嘛，你看看，来拉近一点，拉回来，你会买吗？你再追进去，你这边又卖啦。你这追进去，你第二天又卖了，你这边追上去，哎呦，破新高了啊！这边黑黑卖了，啊，最后呢，这结束了、哦，这会这样结束哦。你小心，我跟你讲，这未来啊，
incredible。我跟你加这吼，你要当作笑的就对啊。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谈，就是说，其实事实上，在整个族群里面啊，整个电子股的族群里面很重要，就是说，当然 IC 设计是不可缺的，但是 IC 设计基本上来说的话，有很多它涨很多了。IC 设计这个族群啊，它是很活泼，股本小，而且它毛利又高，所以在整个电子股里面，为什么 IC 设计它比较容易被大家所青睐哦？每次的拉回，因为它股本小，然后呢它毛利又高，然后呢它的股本又小，所以 IC 设计基本上它会是这个这么几年下来电子股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哦、大家很青睐的东西。你不管今天有了 IC 设计甚至到很高价，它还是非常的活泼啊。所以像你看看在 IC 设计里面什么汉讯啊立台这种东西，他只要拉回来就有人开始在那边炒作，你说跟比特币有什么屁关系啊，不要骗我了对不对？只要比特币上啊，感觉啊立台啊汉讯的，但我就跟你讲立台汉讯为什么，他也是一样啊，股本小投机嘛。有一天啊，有一天可能很多人说陈老师啊，有这么大的利多哎、欸，有这么大的利多哎、欸，那可能过了一个月了，可能价钱已经不是你现在看到这边了，好不好？所以陈老师呢，常常跟大家讲，有些东西呢，在冥冥当中，下一波的主流，下一波新的东西。下一波会发光发热的东西可能不是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因为你现在看到的东西有些它筹码已经有点乱，反而接下来有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可能是未来它更容易发光发热的东西。所以你会发觉到在每一波的过程当中，就像之前涨军工也好啦，然后后来又涨到什么观光啊，你现在你看呢、啊、就啊后来又涨到什么生技啦，然后后来又涨到这个，又涨到那个，又涨到那个。但它每一波的过程当中，好像似乎都有一个新的族群会在带领，在下一波的过程当中五倍、十倍的这样涨。可是，但是你却还在 involve， 还在留念在过去的旧爱。哦，很多人是这样子，好不好？好好把握。那今天陈老师另外要给大家非常重要的大礼，我今天的 line 里面要跟大家谈 AI。未来最大最大的潜力股非常重要，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富专线02-8511-3366，8511-3366。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投资朋友，你会相信吗？你会相信吗？接下来还有我们比红杰科更强一倍、两倍、三倍的，当然有。但是各位投资朋友，银良准备好，下一波谁会更强、更猛？好好把握，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